老板，哟，您找谁呀？就找您。上次我们董事长在这里生病，是您给叫的救护车，这不是董事长今天来特意来感谢您来了。哎呦，看来这做好人好事是不亏呀。哎呦，我说看着你眼熟呢，还真是你，好了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当时救我的时候还有位大姐。 他在哪儿啊？邓慧芳。啊，哎，就住在里面那个门，那个大门里。啊，谢谢谢。哎，你在车上等我。老陈，老陈。 戏太过了啊！我看着都不舒服，更何况孩子呢？我这不就来讨个主意吗？主意？你林大编辑的主意多正啊！我们这小门小户，这主意你能听得进去？谁呀、啊？你这……你好！呀，哎，林家一的爸爸。是。哎呀，你让站着，你干嘛？快快，请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 进来呀！好，哎，这老陈真是，快快快快快，请屋里屋里屋里。哎，吃点水果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沙发还有人睡啊？我儿子晨曦，他睡沙发。 这不是您女儿林佳一，把她的房子给占了。哎，我说，你来也不打个招呼。你看我这房子又旧又小，那么乱，我好收拾收拾啊。哎，慧芳，慧芳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你说我这臭儿子啊，你说上班准时起晚了，你看他也不别，哎呀，真是。怎么办，老陈？赶紧赶紧赶紧。 啊，又没事坐，这事是是是，你看，快快快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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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呢，就怕他有骨裂，完了带他去医院照个片子，观察观察。还骨裂了？我这就去看他。
我想还是先不去了。你拿着保温桶干什么呢？人家医又不住院。啊，不是家医，姚丽莎不是住院了吗？我这煮了一锅小米鸡蛋，一锅这个鸡汤。她那不是怀孕了吗？家又不在北京，你说肯定不敢跟娘家人说呀。我这是胎儿需要营养，咱能帮一把帮一把呗。哎呦，还熬上鸡汤了，还真香！我以为改善伙食呢。 感情是给别人送的。哎呦，妈，早点走啊！慢慢的。啥呀？伯母好。谁呀？啊啊啊啊！哎呀，那你是林佳怡她爸爸呀？对对对，我是我的女儿啊，没给你们家少添麻烦，我真不好意思。没啥不好意思的，真的，佳怡这孩子我非常喜欢她。他再怎么麻烦我，我也喜欢他。不像你，你那娶了老婆就把孩子撵出来了啊！真是，羊奶无小白菜，这个戏文写的就是你们家吧？啊？哎哎哎，对了，那个谁，陈曦，回来了，客人来了，打个招呼。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我还留在这讨人嫌干什么呀？咱们家这历了一尊大菩萨，这孩子没有立脚的地方，走吧，咱们啊，托个清净。去哪儿啊，奶奶？医院。去医院干嘛？看一个女孩，姚丽莎。哎呦，奶奶，你别去，我跟她道歉，她也不接受，省得到时候再把您给气着了。哎呀，不能，这道歉您得不能光嘴上的功夫，你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奶奶去她不能怎么样了。走，走人。那行，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省得我留在这儿讨人厌。一，我是好心来看你，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？态度？你还能让我有什么态度啊？我再狠，能有你那样狠吗？ 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多跟你说一个字。走吧，奶奶。行，愣不着那个这个，反正我觉得你们要去的话，保不齐来全玩什么的。我去了保驾护航啊！来，我拿，我给你。凤闪哥，大小伙子哪能进去啊？你上班去，别让人扣你工资。得，反正快递站离你们医院也近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老陈，我们走了啊，你在家招呼客人吧。走。 哎呀，我说，林美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我说你呀，哼，你这招棋呀，是吧？下的是要多臭有多臭。我倒不这么想，我倒是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我这女儿在你家好像很听话，整个变了一个人。哎，我说，之前我跟她说不到两句，肯定就吵起来。你看现在。 说句不好听，像你这种环境，我女儿待不到半天，肯定就溜了。现在不仅是留下来，而且还跟你家人相处得如此融洽，想不到啊！哎，我说你啊，老陈，在教育这方面真行。真不是跟你吹，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啊，我真是比你强。甭管是什么脾气的人，到了我们家。 都能把他的性子磨没了，那是真的。哎，老陈啊，嗯，既然你这个家是我这丫头的老毛病的克星，那我要继续把她托付给你，让她在这里磨练磨练。现在啊，还不能回家。嗯，哎，我说你这一招接一招的，总是打我个措手不及。不行，这事儿啊，我还得琢磨琢磨，跟晨曦他妈怎么说。那就是你答应了。 你来干什么呀你？啊，我带着林佳怡。对，我们来看看。我是他奶奶，给你赔礼道歉来了。我不用他赔礼道歉，你们走吧。你看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哎呀，年轻人在外面是不是不容易啊？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。你看，佳怡诚恳恳恳的来给你道歉，你也大度一些。这年轻人在外面是不是？ 交个朋友多一条路嘛，谁想跟他交朋友啊？你出去！听见没有？他需要休息，你们也别以为做点好吃的就想收买人心。厉害！
你什么叫收买人心呀？你们再怎么样也没看见是老人吗？我的错就是我的错，跟他也没关系，礼貌点行不行啊？我就是不想看见你，出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们给你做了点那个营养膳啊，对身体不是你有好处，你一会儿想着吃那个，别生气啊，你妈，那咱们就走，走吧，再见。因人制宜，有的人就好使，有的人就不好使。这孩子，他的体质就虚寒，再加上自己心思过重，脾胃就不佳呗。啊，你说他一有病，家里再没个大人在跟前伺候着，自己再不注意，所以这胎呀，就是非常容易滑掉。嗯，哎，我看，嗯，这就是您说的那偏方啊。什么偏方啊？就是叶酸和几种维生素，我放在一块儿，换个瓶儿，显着不是神秘感吗？啊，你看，来，这能管用吗？心病就得心医来治，嗯，他就太重视自己这孩子了，所以说吧，成天呢，哎呀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 焦躁，一焦躁，这营养就不良，所以说这孩子就容易，出问题呀。哎呀，那要是孩子出问题怎么办呀？啊，别回家去。不能，要是要是有事儿，昨天就有事儿了，昨天就该留了，这昨天的过去了，这就不会有事儿了，因为医院现在的技术条件各个方面都非常好，啊，咱们就配合医院。 就配合医院给他治疗他的心病，你说呢？嗯，要是能帮他把孩子保住，我吃再大苦也都值了。哎，对了，只要你高兴，奶奶呀怎么累我都心甘情愿。啊，谢谢奶奶。我看看这，我来给你看，这火行吗？行行行行行行，好了好了好了。 粥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把这个药面啊，冲上点水，这一共是三次的啊，分成三次喝啊，就不吐了。嗯，等会儿，奶奶，哎，这什么呀？这偏方？它偏方偏方？这个是，那但是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。我觉得这个不好吧？靠谱吗？别喝出人命来了。你有别的办法吗？ 现在是不是孩子要紧啊？放心吧，100个放心，啊。
怎么了？这盖太烫了。哼，大哥，您垫着毛巾弄来的，来来来来，快！哎呀，又冲水啊！你废话，你烫着呢，不冲，放松，来来来来来，凉水。我快烫上去。哎呦，快起泡了。我们家的药在。我们家这烫伤药，打有这厨房开始那天都没开过张。您给我们家开张啊！我告诉你，这药好多钱呢。来来来，哪支来的？这儿的。啊，兄弟，奶奶今天夸我了。呵，您就这样了还夸你呢？她说我长心眼了。呵，您做一次饭烫一次，您还长心眼呢？是我依然何主任鉴定的偏方，你说我是不是有进步了？嗯。这我承认，不光这事儿进步了，主动照顾姚丽莎这事儿也值得表扬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姚丽莎挺可怜的，你看她那么痛苦，男朋友对她那样，在医院里面照顾她，那心都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。哎，看见那样，我瞬间就觉得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恩怨了。后来她悄悄跟我说，说她跟她男朋友前前后后三年，就像泡了三次的茶一样，越来越淡。说男人怎么都这样？什么叫男人？你们女人老爱说男人怎么都这样，男人怎么的？男人怎么？男人招你们惹你们？我告诉你，真正如果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啊，就会像粥，越熬越浓。哎，过来。看看你熬的粥怎么样了？烫！你看，你还说我烫着没有？我看看。没事没事，我看看。我皮实皮实。哎，还行吧。哎，越熬越浓啊！嚯，说最近爱上谁了？什么呀？开心正常，发育正常。那我的孩子保住了？保住了，你可以正常的活动。佳怡。谢谢你，还有你奶奶费那么大劲帮我保住孩子，太好了。那天的事情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没照顾好自己。为什么？我因为房子的事情天天跟他们家人吵架，那天是因为情绪激动所以动了胎气，我把流产的事情怪在你身上，我冤枉你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嗯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但是，我希望你能给我澄清一下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我辞职，也辞职的有尊严。这几天你没来上班，你以为林氏是自由市场？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吗？我已经辞职了，请您就不用用老板的口气跟我说话。
董事长，我想林佳怡可能误会了，那封邮件是我自己发的，因为我平常看不惯她飞扬跋扈的样子，为了泄愤，所以。你在说什么？没事了，你们两个也出去吧。要不要再检查一下？不需要了，我觉得你应该也看不上这些什么本儿啊、笔啊之类的东西吧。怎么样，林佳怡，工作一个月是你的极限吧？哎，你可别怪我没给够你机会啊！我相信你两面三刀的这个把戏，早晚有一天会被人看穿的。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姚丽莎会改口啊？因为她被我给收买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就希望你明白，已经彻底失去了这个护身符。那我也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，即使没有钱，我也一样活得比你精彩。泄密的事情，很有可能是朱琪琪利用姚丽莎的邮箱干的。那为什么姚丽莎说是她自己干的？她也许是被朱琪琪收买了。那这件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这姚丽莎现在有身孕，我想暂时就不追究她。至于朱琪琪，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，而且没有明确的证据。如果真让我找到什么蛛丝马迹，证明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的话，我绝不姑息。我到了，怎么样？我昨天真是失败呀，离了职，连个送行的同事都没有。那说明您人缘确实够惨的，你这事儿你得面壁思过去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不安慰我还落井下石。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才领了一个月的工资，又赔了丽莎5000块。下个月的个人开销都是问题。哎，要不然这么着，你暂时先跟我们去送快递，五的
因为马上双十一了嘛，我们那儿招临时工呢。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他，您要非找的有技术含量的工作，您非饿成干不成？要不然这么着，我养着你，你接茬找工作，你看这你能接受吗？我才不吃软饭呢。行吧，那我就给您一块送快递吧。等有关于我个人的八卦平息以后，我再出来混圈子，找机会。哎呦，哦，您又同意送快递了。那我还得考虑考虑呢，我这得算算。我说您要是真跟我送快递，我这得赔多少钱，是吧？你打击人需不需要这么简单粗暴啊？给我留点自尊不行吗？大哥，您有自尊吗？有，二斤重呢。快下来吧，门口等你呢。不是晨曦啊，哎，你别等了。这五点他根本就起不来，你这耽误你正事儿在啊。就是，已经都等这么多会儿了，再等会儿吧，咱也别把人看扁了。他说要去的，那你不吃了吗？来吧，快吃点。来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把我扔下的话，我就拼命的报仇。你废什么话？我是不是跟这儿等吧？我等了你快半小时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以为我愿意送快递啊？我这是体验生活。哎，你太逗了！你以为快递愿意带着你啊？你体验生活，要不是双十一的话，你体验得着生活吗？你？哎，这种生活在以前白送我都不要。你走不走？来来来，你吃不点东西啊？哎，等等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瞧瞧，都僵着呢。哎，你脸上，你刷脸了？呀，疼！你看你，哎，多好啊！啊，能跟我送人一块儿去送快递，这姑娘好，我喜欢。哎妈！啊，不是，我发现你还美什么呀？你看他们俩就一直在那样，就这么斗嘴。你看这是表面现象，啊，其实啊，我孙子能降住他，这才叫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啊，你懂啥呀？啊，吃不吃肉？不要。你们每年双十一都这么忙吗？我这三天三夜没回家，我觉得我自己都馊了。你不用觉得自己馊，我说怎么一股一股馊味儿，就是你没洗澡。哎，这次不错，我前两天看新闻说了，说今年这个十一下单是去年的两三倍，没那么可怕。你说我去年也是两天两夜，我就回家洗了个澡。你说大家怎么就这么喜欢凑热闹，就没人体谅一下我们快递员的辛苦？哎，您过去体谅过吗？还真没有。我当时就觉得我花钱了，你们辛苦是应该的，为了挣钱呗。那我快递钱不能白花呀。傻子，咱也不是白干吧？哎，这是你。你疼不疼？你怎么不躲？你傻了？不是，我就在想，咱们怎么没有传送带呀？有传送带啊，不是没到十一的时候就歇菜了吗？坏了。歇菜就赶紧修啊！哎呦，祖宗啊！修的话，咱得花时间，耽误工夫。李世元说了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你要是把传送带修好了，丢的那几个小时全都能回来。哎，听我说话呢吗？您说。修好了，亲。好啦。动了。时间，您这提高咱们好几倍工作效率。不错不错，多亏了你坚持。那也得有你配合呀。兄弟们，开工了。不错呀，晨曦，没想到你有修传送带的潜力。不是，主要是你跟这儿坚持，你要不坚持我一大拖延症患者行，我能干这个吗？我。那也得你动手啊。干嘛？给你擦擦，鼻子全脏了。哎呦，你那手套脏死了！你看你自己吧。
哎，咱们这个月是不是能挣好几万？哪有那么容易挣的钱？但是我跟你说，20000肯定有了。Yes， 给你飞！这是什么什么？耶！干活。干活了。里边请，黄董事长好。你好，欢迎欢迎。黄叔叔好，恭喜黄叔叔。请进啊，请进。你好，你好。黄总，恭喜恭喜恭喜。你好你好你好。一起叫。黄伯伯你好。琪琪。张总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乐言，朱琪琪来了，你怎么不过去？我现在跟他冷战期。冷战？黄总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里边请啊。你可真会挑食。黄总好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知道吗？这场林氏继承人的争夺权中，人家朱琪琪已经明显占据了上风，你可得看清形势，哎，准确的把握好，你才能掌握主动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好的，你呢？公司怎么样？我也挺好的。啊，黄总，你们先聊着。琪琪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把我当空气啊？有吗？你以前脾气没那么大。灰姑娘可不敢有什么脾气。黄在远，我朱琪琪不是一个你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备胎，你既然选择了林佳一，就请跟他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吧。我以前放弃自尊因为我爱你，但现在我才发现做独立的自己比做备胎有意思多了。我选择林佳一，谁告诉你的？幽闭症啊，电梯惊魂，你们确实太般配了，所以我退出。哎呀，笑什么？我笑你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用成语呢，还会？哼哼。那我也送你一句，你别想让我爸和晨曦鹬蚌相争，你渔翁得利。哦，再多送你一句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林佳一，晨曦。经理，
我跟晨曦双十一送了那么多货，工资和奖金呢？没错，双十一你们确实送了不少。不过啊，这些卖家为了促销跟包邮，他们就拼命地压低我们的快递费，我们的利润啊，除去人吃马喂还有上缴的费用，没剩多少了。加上你们上个月呢，丢了货对吧？只赔了货款。这回呢，正好把这车钱15000给扣出来了，没剩钱。不对呀，按照计件送一件1块钱，我跟晨曦干了20多天，也不止15000吧？跟我算账呢？我还没跟你们算呢。你们丢了货，给公司造成那么坏的影响，这商誉损失怎么算啊？哎，您又提这档子事儿。既然您撕破脸了，得，我也跟您今天算算账。咱就说这档子事儿，打发生完之后，我一直跟这几个事主保持联系，我们诚心诚意道歉，人家也跟我们说了，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他说从我们公司拿到的赔偿，只是正常快递费的3倍。我可是原原本本把79000块钱拍您桌子上了，那是我们赔偿的货款啊！怎么着？您是拿这个东西赚一差价是吗？您指这挣钱是吗？我告诉您，这不合理。这是规矩，懂不懂？什么？不服是吗？对呀。滚蛋！你能嘴巴干净点吗？晨曦。喂，杨先生吗？我是晨曦的朋友，您说您把货款都已经帮我们付了，我们也一分不少的都赔人家了，这个人情呢我们是领不了了，您还您方便过来一趟？你干嘛呢？您要是给了钱，别让这个黑心经理占了便宜，一分不少您拿回去。好。好啊，你居然敢把损失转嫁给客户是吧？客户是当时最大的受益者，也是不差钱的主，这是他情我愿的事儿，您操什么心啊？不是您担心什么呀？怪不得小动作一个劲儿挤晨曦走呢，是不是怕你那点见不得人的事曝光啊？就是啊，我们平时习惯了跟欺负打压，敢怒不敢言呀，今天终于出来一口恶气啊。就是不叫习惯，这叫奴性。快递员没有三险保障，拼的就是年轻体力，还要被他们这样苛刻，你们的劳动力也太不值钱了。同事们，我不信你们喜欢遵守不合理的行规，他这样做根本就是违法的。没错，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。我们丢了货款，要自己赔，连保险都不给我们上。是啊，就是没错，就是。要么你今天就把大家的工资发了，把杨先生的货款退回去，把晨曦的赔款如数的退到受损的客户手里面，要不然你今天就别干了。怎么着啊？你还能让我关门啊？我还就让你关门了。你干嘛？怎么着？你是一爷们儿要跟女人动手是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过去因为你是经理，我尊重你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今天咱脸已经撕破了，话已经说开了，你要敢动他一下你试试。对，想打架我们放门到底。好啊，你们拳头都很硬是吧？行啊，你们明天都给我滚蛋。滚蛋就滚蛋。同事们别怕啊，我跟晨曦准备开一个快递站，绝对不会拖欠大家1块钱寄件费，愿意的跟我走。我去一个，我报名。我早就看不惯那个抠门经理了，我报名，我不要报名，不要报名，我也滚了。经理，那我们就滚了。明天祝您自己送货愉快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杨先生呢还会管您要钱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拜拜了您呗。